主料：糯米面750克，白面400克，豆馅500克。辅料：白砂糖、酵母。准备时间：1到2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糯米面和白面放到一起，酵母用温开水调匀，放到面里和面。面和好后盖上盖发一小时左右，豆馅中放入糖拌匀，豆馅调好了，包豆包，蒸锅内的水烧开后放上豆包蒸15分钟，关火，出锅，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：豆馅中的糖要多放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